五。哇，这么厉害！百亿的部位，可能就手臂吧。每天爆表还不会就是练得到吗？其实不会，不会，都会有一些其他辅助的东西，就是反而会更省力。我都还好，核心都很满意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可能是腿吧，对啊，因为有比较常在，之前比较常练跑步。去哪里跑步？到处都有可能，我也蛮常在东区跑步。今天礼拜五晚上会遇到你。今天要去酒会，哦对对对对，哦，你说入围酒会吗？没有入围的人好像不会去，大使也不能去吗？这是给入围者，我就去跑跑步散散心，开玩笑的，跑跑步，然后就是为大家祝福，然后那个维持好体态，明天去参加颁奖典礼。莎莉的那个女主角跟爱的噩梦女主角，还有莎莉的女配角跟爱的噩梦女配角都有入围。就先祝莎莉拿到那个最佳剧情长片，跟他们合作都有感受到他们很用心跟很突破了，所以就不管是有没有得奖，我觉得入围已经是非常非常棒的肯定。从事演员工作，我一开始没有那么规律的运动习惯，然后是这可能五年八年慢慢养成的，就越来越常运动，然后以前会觉得是一个功课。但现在会觉得是一个放松，在角色上面，其实说，比如说《火神的眼泪》啊，或是拍一些武打动作戏，其实这些运动的训练，在那样子特殊的时刻，它都会反馈给你。在演员这工作，其实需要蛮高的专注度跟体力的。那我觉得在运动上面，可以让不管训练自己的意志力也好，体力专注度也好，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。那也许真的因为自己受伤过，所以会觉得还是维持基本的运动会让自己体态更好，那也会让受伤的地方复原得更好，那更知道怎么样使用自己的身体，那这真的在拍戏上面是非常受用。那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大家也会更有目标，会有更有毅力的去挑战一些自己想要突破跟尝试的事物。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